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炮星。今天我们来玩体验服新出的冰雪模式，还能坐圣诞过山车哟。你们俩干嘛？这被小爷包场了，知道不？你们去隔壁玩，这里咋没有武器呀？我要一枪崩了他们！你给我起开你！起开起开！这俩人是一对情侣吧？哎呦我去，还撒狗粮，真的是欺人太甚！给我下来！啊啦，下来吧你！嘿嘿，这个位置是我的，你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啦！嘿嘿，看到没有，他都不下车救你啊！不行，这女朋友给我，我也不要啊！真的是薄情寡义！呸！哇哦，天空大变啊，好像到晚上了！哇，还有极光呢！太美了，给了我一把雪枪球，天上出了好多这个宝箱啊，是不是能打呀？嗯，肯定有很多好装备啊，我们要多打一点，别给这个女的，一会儿看我下车怎么弄死你。怎么还没有爆好装备啊？ Boss 全都是饮料啊，好心打了很多个了。嘿，看上面那个雪花值好像快满了，应该是快打完了。坏女人，你的死期马上就到了啊！这个雪花枪貌似还是无限子弹啊，打得真爽啊。 OK， 打完了。来小鹿驾，给我冲下去。哎，我怎么还没有装备啊？哦，貌似给了我一个宝箱，肯定有好东西。嗯，那女的人呢？咋不见了？不会是跑了吧？哦，在后面呢，她把那个宝箱扔出来了，扔出来就是我的啦。看看有啥好东西。防备剂，野牛，你完了。嘿嘿，漂亡，送走一对亡命鸳鸯。好像冰雪模式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了，这里有人打小枪，这么肥不跟我分享分享吗？我来了。众所周知，炮星可是个土匪呀、啊、哪里肥我去哪里。在前面呢，哇，两空头，这么肥你舔得完吗？还是给我吧。哈哈，兄弟们发财了发财了，怪不得这么肥，这底下有圣诞树。这小子贪了半天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好东西都归我了。怎么这么干净啊？妹扣拿着，应该是被舔过了。前面还有一个呢，兄弟们，我感觉这个冰雪模式和去年的圣诞模式一模一样啊，也没有什么区别。这谁的包啊？这么穷？看看那个空头，这圣诞树还挺漂亮啊，一会儿给它砍了，我要拿回家去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两把妹扣，这空头也太臭了吧！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个体验服人气比较多啊，后面也没意思了，下期咱们玩正式服了啊。好吧，大家如果喜欢炮星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